要人寻路，天南地北，本草生长，海角天涯，本是彼此陌生，却因同根同源，造就了一场场神奇的相遇。快！本草与人的相遇方式精彩纷呈，这些千面本草药中之奇，蕴藏着中国人匠心独运的生存智慧，谱写着中药世界里的奇遇记。正月里的晋南，寒风凛冽。虽然农历还未出十五，杨小平却不得不赶回运城做工。天地苍茫间，工人们拉开了一条流水线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那就是收集这覆盖了大地的雪。这种雪晶莹剔透，但以手触摸却不会融化，因为它并不是水的结晶，而是盐的结晶。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，它性寒，味咸，苦，有泻热通便、润燥软坚、清火消肿的功效，是治疗腹满胀痛、大便燥结的常用泻下药。如今人们已掌握了人工合成芒硝的方法，但天然芒硝的获得仍然依赖天地造化。这湖水便是芒硝的来源。132平方公里的运城盐湖被誉为中国死海，因盐盐汇集，使得水中含有食盐、硫酸盐等成分，但要从池水中获得固态芒硝，必须依靠低温。每年冬季西北风起时，芒硝会在池底大量结晶沉积，人们要挖出沟渠排进池水。逐渐显露出来的池底是银装素裹的世界，对采硝人而言，最好的嘉奖莫过于银寒绽放的硝花。零下5度的气温，芒硝结晶迅速析出，形如锋利的麦芒，这正是芒硝之名的由来。然而取于自然的芒硝大多含有杂质，不能直接入药，需精制提纯。中医古法将之与萝卜同煮，以萝卜的吸附力去除杂质。萝卜甘温，通气破滞，能在缓和芒硝苦寒之性的同时发挥协同作用。将过滤后的溶液冷却静止，芒硝沿着稻草重新结晶，剔透纯净。很难想象，这诞生于冰天雪地的芒硝与初秋的果实相遇，竟会幻化出另一重身份。又红又甜的这个西瓜啊，西瓜皮薄又甜。千里之外的江西武宁，73岁的夏发中正在挑选西瓜，但他的标准与常人不同。比薄的个啦，比厚的个啦，我要买个不想大个，不想大个。夏发中挑选西瓜，以体型匀称、重量不超过5公斤为佳。他要用其制作一味家喻户晓的良药——西瓜霜。最早见于200年前清代名医顾世成所著的《杨医大全》，
它能清热泻火，消肿止痛，是治疗咽喉肿痛的喉科圣药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西瓜霜的制备是西瓜与芒硝的一场奇遇。开瓜切块，与人们往往避而远之的中药炮制不同，西瓜霜的制备常常有围观群众。爷爷，西瓜酸能做什么？西瓜酸是药，它是那个治口腔发炎，还有喉咙痛，知道吗？那能用香蕉做不？不行的，香蕉怎么能做呢？这是我们叫西瓜酸。吃瓜群众的好奇，让夏发中有些难以招架。但手中的活丝毫没有怠慢。那个白白的是什么？这个叫芒硝，是吧？这是药材，是芒硝。孩子们不知道的是，西瓜霜的主角实际上并不是味甜之美的西瓜，而是芒硝。传统的西瓜霜制法有两种，就是等待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虽然没有丝毫变化，夏发中仍然不急不躁。七天过去了，这就是西瓜霜，知道吗？西瓜霜又称西瓜硝，主要成分是从西瓜溶液中渗析出的细小芒硝结晶。西瓜清热解暑，芒硝清热泻火，二药共治，协同增效。如此获得的霜体轻盈似雪，故能如无物般吹入喉中，利咽消肿，是中药中著名的吹药。以亲手所制之药守护家人健康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夏发中就心满意足了。七月，广东潮汕，67岁的采药人吴永汉带上放暑假的孙子一起上山采收本草。把这鸡都当特殊的喜欢也啊，我摆上时也是好喜欢，哎呦，我能说可能下去地老给人种菜啊，该鸡都特殊可能忙采草。这片山林被琳琅满目的本草覆盖，吴伯与他们算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能给他海白草啊，给他绑个空袋啊，绑空袋以后人家搞叶啊，这么就好归属啊。这我自己做，我感觉也。做药，首先要懂药。几十年来，吴伯潜心研究药材，能够清楚辨识上千种本草。清凉甘的，还蛮清凉的，没搞得个。然而这些药材并不是今天的主角，爷孙俩还要继续前行。为获得品质上佳的药材，采药人翻山越岭，孜孜以求，但对第一次来此的孩子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这段十几公里的山路，吴伯每年都要往返几十次。
终于，寻觅了半晌的本草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这就是崂山白花蛇草水的主要原料，白花蛇舌草。相传，白花蛇眷恋和嗜舔这种草上的露水，白花蛇舌草由此得名。广西中草药认为其能清热解毒，活血利尿。送我来，老苦可烂嘛，这个不坏。黄昏里，成熟的蛇舌草温柔生长，其根细长，生白花，茎呈扁圆柱形，光滑无毛。看到如此上乘的品质，吴伯满心欢喜。要加百分啊，要跟百分。好买，高楼加灯。以白花蛇舌草为主要原料煮出的青草水，是潮汕地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。将新鲜的草药合理配比，置于清水之中，在文火的催化下，本草的营养充分溶于水中。一碗汤水入口，清热消暑，舒心解乏。六月，四川浦江县，烟雨低回，翠影生烟，正是蜀都好时节。我叫韩山，今年38岁，我是一个染布人。波光潋滟中，一块蓝染布匹已然成型。韩山出生于贵州苗寨，遵循着古老的染布法，草木染。他用来源于自然的根、茎、叶、皮为织物上色，尤其钟情于靛蓝。去年做的染膏已快耗尽，寒山出发去寻觅一味本草。中药与人相遇的方式并非仅限于内服或外服，本草中的成分依附于衣物之上，同样有疗愈的效果。当我们肚子不舒服啊，母亲就会把我们抱到染房里，他们会认为说这是有我们的神明在护佑，实际上的话，它是它的功效在起到作用。浦江曾是明清时期的皇家染坊，雨水滋润的两岸，蓝草郁郁葱葱。寒山寻觅已久的蓝草，又名马兰，它的根茎就是中药常用的南板蓝根，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消斑的功效。中招采蓝，不饮一禅，是寒山的日常。18岁离家学画，15年行走在路上，天南地北，海角天涯，寒山探寻着这个世界，亦是探寻自己的内心。走了这么大一圈，我最终选择了和母亲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做一个染布的人。将马兰的枝叶切裁成小段，浸泡数日发酵，加入一定比例的石灰水，蓝草中的色素开始分离，青黄相间，搅拌翻搅，神奇的转换开始了。
蓝色泡沫浮出水面，一味新的本草诞生了。这种蓝色的靛花经沉淀风干后就是中药青黛。青黛为马兰、蓼兰、松兰的叶或茎叶经加工制得的干燥粉末、团块或颗粒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消斑、泻火定惊的作用。古代医者认为，青黛乃蓝与石灰做成，其气味与蓝稍有不同，而其止血拔毒杀虫之功自胜于蓝。将青黛存放好后，寒山开始养蓝。这缸蓝要愈发纯净，就必须经历时间的发酵。我们做出来的靛蓝，你穿在人体上会给人传递一种芳香的气息和愈疗的这种作用。漂泊15年后，寒山在这里停了下来，与之相遇，为之相守，这是他与山林、与本草的缘分。走了这么多路，也看了这么多的山水，然后最后选择了这样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草木归山林，人心归自然。江苏徐州，村民谢庆红一家早早出发。他们要去寻觅一味极为常见却能定睛通络的本草。那便是活跃于土层之间的蚯蚓。蚯蚓入药时被称为地龙，中医认为其味咸，性寒，有清热定惊、通络平喘的作用。地龙蛰居泥土中，尤其善于钻洞走窜，故被认为有通经活络的功效，可用于治疗风湿痹症。所谓风寒湿浊而为痹，就是当风、寒、湿等外邪侵袭人体时，会逐渐发展成风湿、类风湿、腰椎间盘突出或颈椎病等痹症。在中国，世代医者都曾为治疗痹症而探索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记载的桂枝附子汤，就是治疗风湿痹痛的经典方剂之一。方中君药桂枝，宣发阳气，温经散寒，辅以大热之药附子，以助阳，除寒湿。生姜散表邪，甘草、大枣补中扶正，故而能内外兼顾，治疗风湿之痹。向古方中添加两味奇特的本草，是惊人的思考，而其中一味就是地龙。哎呦，血还不少了哈！捕捉地龙，选土尤为重要。在刚排进水的河沟里，泥土湿润肥沃，一刨下去，见光的地龙还来不及走窜，就被捕获。一个上午的忙碌，谢庆红收获不小。离开了土壤的地龙很难存活，因此加工必须争分夺秒。走吧，走，剃桶吧，走，剃桶，走。阳光大好，谢庆红一家顺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在中华本草之中，动物药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人们将它们称为血肉友情之品，以感念他们
在人类繁衍生息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1700公里之外，另一位动物药材也即将露出真容。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相遇。郝艳冰夫妇小心而专注的行进，发现常常只在一瞬间。好，走走走，快走走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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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跑路。然而这次的交锋中，他们却处于下风，对手远比想象的要强大。那是形如闪电、动如脱兔，有着一溜黑之称的冷血动物乌梢蛇。乌梢蛇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一种无毒蛇，中医认为其味甘性平，能祛风、通络、止痉。这路没人走了。郝艳冰与妻子蓝秀英是当地有名的养蛇人，每年他们仍要捕捉一些野生乌梢蛇用来配种。在调剂台的封存间，乌梢蛇与地龙相遇了。乌蛇入骨搜风，地龙通筋活络，他们的加入为古方增添了新的活力，也为治疗痹症注入了新的生机。香港极为现代的都市，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这座城市的名字与本草有关。博山炉中沉香火，双烟一气凌紫霞。沉香素有百香之王的美誉，这种香虽源于树木，但入水可沉，并以能沉于底为上品，故名沉香。沉香入药在汉代陶弘景所著的《名医别录》中就已收载。中医认为其有着行气止痛、温中止呕、纳气平喘的功效。自古以来，东莞是沉香的道地产地，香贩将香木从东莞经尖沙咀运往石牌湾，发往东南亚。石牌湾港口因常年飘香被称作香港，而后成为了整个香港地区的代名词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沉香源于树木，却并非木材如此简单。它的诞生来自于自然界的一场奇遇。50岁的黄欧正在处理一块上好的沉香木，以刀错木，人说一寸沉香一寸金，但他却似乎毫不在意，因为这些白木并不是沉香，真正的沉香是白木之下的深色香脂，香脂才是异香的来源。它是沉香树受伤之后与多种真菌相遇，经历数十年、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凝结而成的树脂。它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至今人们都无法突破时间的界限，以人工方法直接合成沉香。野生资源的日益枯竭，使沉香一时间成为了旷世珍宝。这是一棵已有百年历史的沉香树，是黄欧遍寻东莞挽救的300多棵母树之一。每一棵沉香母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伤口，人们在沉香树的不同部位留下创伤，甚至直接截断，等待创面与真菌相遇，在时间的催化下凝结成香脂。但结香过程缓慢，少则数十年，长则上千年。
每一代人都种下了一些大树，全凭我们几十代人的积累。在潮汕地区，这样的青草铺子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吴伯没有想过自己的青草铺未来会何去何从，但他相信一定会有一种方式将本草的神奇功效传递下去。在东莞，黄欧的儿子开始追随他的脚步，中医药的前行之路纵然荆棘满路，但只要情与技依稀尚存，星星之火便足以燎原。好，嗯，一早寒山又出门了，这次他要去离家更远的地方寻找。我们去远方无非就是为了寻找，所以说无论在他乡还是在故乡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可安。一棵草可以藏下世间所有的智慧，当人们与之相遇或透析出生活的道理，沉浸在人生的山水，或唤醒沉睡的感官，碰撞出崭新的生机，或熏染人生的境界，领悟抵达的意义。而所有的奇遇都昭示着生命的本来面目，因为无论为何，我们总是到达等待我们的地方。